亲身体验海域活动，进而推动海洋教育。近60位老师搭船出航，近距离观察海岸地形，101高地、潮境公园、酋长岩、象鼻岩，研究地质地貌外，还融入艺术美景。夕阳余晖下的海洋像黄金般的发亮。日落后进入重头戏，夜钓体验展开。海域生态究竟有多丰富呢？才刚把鱼竿入水，就钓起闪闪发亮的白带鱼。来，有人钓白带鱼喽！一傍晚的时候都是白带鱼大摇，哦，白带鱼最近才陆陆续续过来，再来就青鱼、竹夹鱼，它每个钓点大概都是不太一样啊。跟着厉害的钓手选择钓点、钓饵及使用钓具的技巧。它跟恰章不一样，是它前面的鳍很长，很长的就是钵啊，那短短的就是恰章。小心钩子以外，还要小心它的牙齿。哦，你看我们刚刚的线啊，你看这钩子啊，这个就是这样一画，然后钩子马上不见了。对，跟我一般市面上、市场上的不一样哦。有没有看到特别银色，不是白色？我今天已经钓四条白带鱼了。这次活动不仅让教师们近距离感受到海洋的美丽，更能深入了解海洋生态。透过这个计划，把基隆最美的海岸风景跟海岸经济介绍给我们的老师，可以让小朋友可以从海上看基隆，看我们美丽的基隆海岸线是多么的美丽，在不同的时间，早上、黄昏、下午，都可以更加爱护我们的家乡。有爱城市就从海岸开始。这次活动不仅让教师们近距离感受到海洋的美丽，更能深入了解海洋生态、海岸地形地质，进而将永续海洋等海洋教育理念向下传承。记者蔡小军，基隆报道。